天，这个国家的公主贝儿，她去相亲了，可是呢，她被拒绝了。你们快看，她现在正在伤心的哭呢。你们再看那周围的坏女孩，正在讥笑她呢。这些坏女孩呀，平常就特别的讨厌贝儿，妒忌贝儿，所以呀，今天就趁着这个机会来欺负贝儿，恶搞贝儿。他们不但不给她穿新衣服，还把我们的贝儿给扔进了泥坑，搞成了这个样子。你们快看呀，贝儿她低着头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她得有多伤心，得有多难过呢。最后呢，就这样被王子给拒绝了。你们再看那些坏女孩，她们还在那里得意忘形的笑，指指点点的。看到她们小人得志的样子，我是越看越来气。我发誓，我一定要帮助贝儿。这次呢，我给贝儿派了几个大保镖，看你们谁还敢欺负我的贝儿。我再给她换上新衣服，哇，太漂亮了！再给她换上一个最美的发型，天哪，你们快看，我的贝儿她抬头挺胸的往前走，她现在多么的自信呀！天哪，她也太漂亮了。最后呢，我再给贝儿洗个白白，天哪，简直太完美了！王子也特别的宠爱她，他们最后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啦！哇，太棒了！